啊，咱即摆开始啦，啊，蛮紧张，你著慢慢看镜头，你也紧张，就莫看镜头。好啦。我来讲哦，我要切配音哦，伊吼，伊会吼，我若要切，你莫切，啊，即摆伊去切配，啊来就搞啊烂，啊我就甲打打。回来就会说，我妈爱你哦。真的。你拿公仔来嘛？怕我呀？阿妈怕你哦。什么意思？咱这都较袂晓讲，客气啦。哎啦，这话你听讲，阿妈，你去困啦，你去困啦，卖伊发气啦。来，这一块就一粒尔嘿，你再就先这样一粒就好啊。是还好啦，是宝宝差异啦，因为可能是笨，比较凶的角色。A 咯。对哦，不行啊，让你阿妈，我比你较管啊呢。哦，真的哦，会带你让的哦。嗯，我也不简单嘞。老啊，你行，你行行，啊，就加骂嘞，阿妈，我比你较管啊了。安尼哦，就朋友哪想下底安尼呀？哪想要哪讲？这阮较早无想较早遐严重。奶奶哦，对呀，叫我奶奶。这个就叫妈妈、爸爸就叫。就点是啊，一选，你选要奶奶。伊一定迄个朋友，啊！伊只即摆较便宜啦。咱也是拢会看到啦，即种吼发难吼，啊，我看社会也安尼啦，特别看好啦，啊，咱也。成功。啊，咱好，你也听好，该安怎做安怎做，吼。啊，恁主也该安怎，咱家也爱说，说，吼，咱就只要方便，我。查甫伊是会教些国家哩，啊查某个吼会生呾。阿妈，我阿哥，我甲你错个啦。啊，我一摆解啊，还佫想要听问问的。来伊哦，我哩甲看一条七十五只尔。真唔知道，啊啊，超灵的。我袂晓讲，真唔知道。我见人拍钱，拍钱。今日嘛条90只啊。90个，阿妈证明个加两个。对啦，哎，好，查伤济，你真厉害，好过你啊！妈查伤济啊！对啦，妈，今年拍几回？我蛮少被人做，查我们那也查不啦，被人。其实那方面很，也必要各方面需要那方面。你读书他是我可以达到的，如果平常生活的话，可能还要加钱，80。你不咋怕？我咋怕？我个拍80就好啊啦，拍80哦，哇！目前你拍上低呢，我拍上低，对哦，啊无90，你拍90分，对哦，哦好啊，真好啊，真好啊，讲你不会啦，70分就顶咧，我75分就讲你啦。当然是要给他100%啦，其实是很乖啦，就是偶尔会脱线一下。你要讲诶，我无补个190分放有啦，他相貌咧，没差不多啦，太顺了。就是100分来的，他是什么事情都会，然后会说去帮妈妈减轻那种负担。那就知道我讲起较认真嘞，你看这30-40分足歹看嘞，这块看长，足变色，我买啦，加油。家用相貌，希望爸爸希望恁乖乖啊，较听话，平平安。认真读书啊，爸爸就欢喜啊。我是希望伊吼，较认真读书，安尼就好啊。嘿，莫有歹就好，我只认真读书。阿嬷弟弟有法度，但阿嬷若无弟弟，遐你就无法度啊，你就免办法啊。苏良长，妈妈真的希望你像你的变形金刚一样强哦，亲爱的小宝贝。是妈妈的心肝宝贝，别忘了小少爷。乖乖的，他比我还强，他比我还厉害。比如我乖一点，我好好管教你。先卖做饭。哎，卖哦，做饭安尼好。别太别太着急。没，我去。你嘛重点，你嘛是读书，你嘛是重点，你好好读书安尼。我好在，在后在我到一转以后出路啊，无你怎啊？我发现一切人谈人都谈不赢，兵不下。哎，那买移动的那个孙哦，
去读较好个啊，妈妈安尼吼，啊，个吼较免烦恼啊。你上班差不多钱，嘿啊，啊你啊，读遐语言来学吼，好不？对，你学啊，好。盖顺跟思婷，妈妈希望你们都可以在学校成绩好一点，然后就是多多听老师的话。我本来期待了。是只跟学生啊，课业上面注意一点啊，身体啊，就要照顾，因为爸爸的年纪啊，期待你们两个健健康康。先生，阿妈老啊，啊过来看，不要给你倒冲啊吼，啊你读书爱认真哦，啊唔当放下吼。啊，老师，大家拢作秀哩，啊，你啊，学习啊较乖哩，安尼唔通做唔对代志，吼、哦。少爷，阿妈对你哈、哦、期望真的很大，啊，你也不会辜负阿妈照顾你的这么多年来的辛辛苦苦的照顾你哈、哦，你已经长大了，已经六年级了哈、哦，啊也快要毕业了，我希望你啊。哎，好好的，哦，上课，然后做人处事都要做得很好。少爷，你以后一定会变得很好很好，哈、哦，你是一个乖宝贝，哈、哦，阿妈很喜欢你哦，很爱你哦，哈、哦。虽然妈妈不在你身边，哈、哦，阿妈也是很爱你爱你哦，哈、哦，你要相信阿妈的话，哈、哦。记得妈妈说要勇敢向前走，过去的痕迹就让它随风带走。妈妈说在失落的时候别忘记抬头看满天星空。妈妈说要勇敢向前走，过去的痕迹就让它随风带走。妈妈说在失落的时候别忘记抬头看满天星空。我记得妈妈说要勇敢向前走，过去的痕迹就让它随风带走。妈妈说在失落的时候别忘记抬头看满天星空。未来的路你会发光发热。